第二个今天要录汤的节目，我不用知道。嗯，继续再跟你讲。拍摄拍摄，你很紧吗？哎，你不要过来，队长，你有好代志。哎，你受伤啊啦，拍摄啦，好，你受伤哦，是我的责任啦，来啦。没你负责啦。你好，我简单带你去把工作处理一下啦。没，我赶时间啊。哎呦。你让我带你去把工作处理好吼，我就袂阁叫了你啊啦。啊，那无吼，我就照三顿甲你关心。我春，你工作好未？嘿，你这人怎这袂白？呀，你这了解我呢？哪着你第二台处理啦？公司有要啥人当招？我拄好要问你，甲阮查某囝讲话的状况，较少见的啦。就是你啦！你免在遐给我礼貌啊！王雅春，你阻挡我甲林家宝做伙，原来就是想要甲伊继续勾勾缠。你这绿茶，你创啥啊？啊，这上行李箱啊，搁这大卡。玉婷都不去卡行李箱啊！是你太太的啦。雅春，我先能讲一摆，你家是我的太太，思琪只是我的情妇，卖讲唔对啊。啊，那你的行李箱现在伫家？我乃怎样？啊！拄则我教你做伙去食饭啊，刚好我都为餐厅头早等去饭店，替甲行李箱摕来遮，坐来哦，去等去教你做伙食饭。啊！无行李箱是家己坐车来，家己骑电梯起来，还是家己提锁匙开？啊！刚刚是玉婷啊！哦，我打电话问看卖。哦，这又无转来。我们家菜市啊，最好食啊！恁回来啊！恁拢熟悉，我就无介绍啊。蔡玉婷，妈咪，我巴肚枵啊，你紧煮饭给我吃。好。思琪，你哪来？当然是咱查某囝叫我来的。蔡玉婷，你袂感觉咱咧收过分吗？我想哪过分？我阿妈煮饭好食，安尼叫过分哦？那无加煮一寡，你做伙食。王雅春，佮看哪讲，阮妈嘛大你几岁，你看到伊连招呼拢无要拍，上无嘛顶一下头的，你哪这样无礼貌？一点啊规矩拢无，你当作你原配哦。玉婷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你就叫我恶来。好啊，你卖骂查某囝。我足久无看玉婷，我足思念伊的，我就想要煮饭给伊食，甲伊好好开讲一下。是我唔对啦，
我应该进前吼先敲电话甲恁讲一声，按过袂要紧，我饭煮了，我就离开，袂甲恁搅了，你莫为难玉婷。啥物煮好就走？啥人是管我妈咪哦？我得管啥？迄个行李箱你有看到吼？是阮妈的，我替伊搬起来的。阮妈为讲我坐遐尔久的飞机，我袂当让伊有厝无住，住饭店。什么厝？啥个厝？这个厝是啥名？你讲啊！当然是阮爸的啊！这间厝登记阮爸的名，到时候要摕文件给你看。爸，你的厝就是我的厝，对不？你若讲唔对，我马上就搬走。对了。阿哪里话嘞？再讲一问哦，我的厝就是我妈咪的厝，搞有啥问题啊？王亚春，你的北顿卖这么矮好不？我妈只是来住两天啊，爱看我困，也不是看我爸困啊。你意见那遐多啊？你带我来，我你别再起卡人手啊，玉婷，我哪是想要对你起卡人手，就唔能安尼啊啦，主要过来恁家。你愈来愈爱找我的麻烦，你讲清楚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是倒位抓到你啊！我想阮嘛袂用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莫甲我跋母女情深啊！你对你妈啥物态度，我也毋知影。顶回你才讲咱三个人是一家人，袂用让你妈破坏恁爸的幸福。啊，你即摆态度颠倒变啊！你毋是咧想恁妈，你想要甲我作对？我就是要甲你作对，安怎？你有咧？你无代无志，找我麻烦，啊！你怎无讲道理的呢？你搁想要演哦？你一个将我来生我活的小面刀鬼，无采我这样信任你，你搁想要交抢男朋友？男朋友？林家宝？承认啊吼！承认你的头啦！林家宝一份渣男哦，送给我，我搁想要甲伊蛋去粪扫家，只有回收你外收啦！那是你在讲的。我去电视台找你，看到你两个当干袂甜，伊甲你摸，你阁无要闪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存心不良。我阁甲你当作是闺蜜，认真听你开破，结果嘞，你根本就干那想着你家己。我是咧想啥？想要偷看遐？你嘴甲我放甲真起哦！你对不起阮爸，对不起我，欺骗阮爸仔囝的感情，比阮妈阁较恶质。以后我袂跟我去那边啊！我跟你势不两立。王亚春，你这世人，免想要好日子通过啊！这拢是你家己咧黑白想的。我黑白想，你讲家宝连资源回收拢无爱收，我看你就是想要把家宝扣到资源回收啦。讲你家己去用劈腿，有寡尔可怜的。我看你家己哦，就是劈很大。上劈腿，你搁讲啊？我跟你死！我才跟你打死嘞！我啊！你这好，你这你为什么出来？你啊！我崩溃了！啊！给我干啊！哎，小春，没事。啊，你发生什么大事啊？你若不跟玉婷去开动手哈？哎，呀！玉婷，玉婷，恁拄只真正伫咧相拍，啊，伊是你的小妈呢，有啥物代志袂当安尼好好讲，一定要这样凶暴啊！你去问伊啊，是为了恁妈要搬起来的代志。敢讲我袂当跟我妈大做伙？玉婷，自你大汉了，你无一工想过吼要跟恁妈大做伙，
想到即马，有通改变你的想法啦。你毋是一直考劝我，莫去怨叹阮妈。好个爸，伊嘛是怀胎十个月，甲我生落来亲生妈妈。我是希望你母仔囡仔活该忘掉，也毋过我并无叫你将查理打，这是两回事。我当然要甲阮妈大做伙，才会当好好培养感情啊。所以讲来讲去，你得超过伊经济时间，娶你妈回来。就算是又该安怎？玉婷，你愿意重新接受你妈，我就替你欢喜。因无你都要知影嘞，你妈妈已经不是咱这个家的人啊。你将伊娶回来，唔那是造成我的困扰，而且严重影响着我跟亚纯的关系啊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对我足无公平。什么叫做我妈不是这个家的人啊？那安尼我嘞，我是不是妈不是这个家的人啊？你无同款，我啥物无同款啊？你即摆有王亚纯啊，我甲阮妈就同款啊。在你的眼里，阮拢只是外人。你妈已经不是我的太太，也毋过你永远是我的查某囝，当然无同款。你即摆有王亚纯啊，啥物代志拢甲伊摆地，总有一天，你嘛为着伊，甲我赶出去。玉婷啊！你莫安尼想啦，吼、哦！哇，莫艰苦，无人管你出去啊！你即摆啥物代志拢听伊的，我才唔相信你为我。自从你娶一个新的某了，你就变一个人啊！我无变，我也是迄个上爱听你的人。那安尼，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做。莫甲妈赶出去！你搁叫人送来吗？莫了做，你查某囝伫咧遮，你就会当话来就来，话去就去。我是做意外，竟然有这款好果。你即摆是毋是做惊我甲你抢查甫人？我是惊你想食啦。讲年岁，我比你少的；讲外表，我比你水。人品更加唔免讲啊！我的心肝唔知影比你好偌济，你安怎唱啊？啊，哪会买这老的肠啊？阮阿哦，该食油的，油的哦，是食趣味尔啦。那讲到要做料理哦。都爱食老的，才有滋味。搁再讲，人拢是念旧的，活愈久，就愈会想起以前的代志。年岁若愈大，就愈放袂记。这款道理哈，你袂了解啊，你上少年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真正要唱？手腕够缓缓，反正一个人是无法度分出高低贵贱，爱两个人做伙才分得出来。人比人气死人，你应该知影吼。在。你这种老对白，拢是阮爸迄年回来讲的。阮少年啊，袂安尼讲。你真正误会啊！到时哦，我才介绍阮爸给你认识。你年就袂讲的。对吼、哦，你顶边在外的时阵有甲我讲，我讲话口气，甲你翁足像的。那安尼，我甲你翁应该搁较有话讲。伊要比袂要紧啊，要到时哦。邓小邓生气，我都唔知影邓小邓生气的人会是谁，你可卖才知影。